包负责轻松炒神，有韩信百里的狙，你们懂的。Hello， 各位小伙伴们，大家好啊！我是小龙，我又来了。这一局是王者20多星的排位赛啊，不到30星。这几天小伙伴们有没有觉得非常难打呀？小龙这几天也是连着输啊，连着输，赢少输多呀。看看阵容啊，老夫子出门带的一个小攻速。首先啊，打老夫子必须得自信，不要畏惧他，摸他，打他，打他，锤他，砍他，对不对？他直接想阻断我抢二级，但是我一抢到二级，你知道你的后果吗？哎呦，算你啊，反应快。但是我直接越塔了，来了，我看你慌不慌？你慌不慌？哎呀，他这个二技能减伤真的是啊，跟你换掉，54秒啊，直接拿一血，越塔强杀老夫子啊，就是这么轻松简单。你们玩的时候啊，打老夫子要从一级就开始，把你们这个项羽的气势给表现出来，这样的话啊，他就会很畏惧你，一旦畏惧，那他基本上就输了。好，这一边。他很刚啊，这个人啊，第一波被我都追到塔下了，他还敢这么凶，你是有什么资格跟我凶呢？看小乔的位置啊，我推到小乔那边，二技能挂上减速，小乔交给你了，对不对？你以为我们没有队友吗？我每次玩对抗路，你们都有队友啊，我今天也享受享受这种待遇。好，这边加满血出来之后，他也复活了。那我们这边啊又要交战了，趁他啊刚到四，还准备说趁他没有到四先打他一套。这边到四啊，他觉得到四捆住我，咱站在他的川里面打，他的伤害就会变高，是怎么的呀？一个大招就当着你的护盾，对不对？又能如何呢？有护盾我也能杀你啊，兄弟。那打你真的是项羽不就有手就行吗？杀掉他，快速把他的兵线给吃掉，让他少吃一波兵线啊！咱这边继续回家。自从啊杀他两次之后，他变怂了，他不出来。不出来的话，咱把这个兵线给他推进去，看看。哎呦，瑶这边来保护他。哎呦，还交个干扰，吓死我了！这防御塔的攻击速度，把他打下来之后，贴脸一个大招，他护盾抵消了，没关系，我方韩信也在，一技能推一个终结，直接拿下，还有一个瑶，没有任何输出的。你以为有一个打野不有一个辅助帮你，你就不得了了呀？我们也有打野帮我，这韩信直接把李白给单吃了。哎呦我去啦，这一把看样子行啊，这小韩信啊会玩啊，还知道守李白的影子。这多多少少啊，能让我躺一波吗？这一把难道这要躺赢吗？韩信把我的对抗路一塔拉掉了啊，那咱这一边直接来跟团战。老夫子还在上路啊，还在上，那咱不管他了，这一边把中路的线给他推掉，推掉，推掉，推掉啊！那边李白，我守一下啊，过来就是一个终结，回推老夫子。哎呀，这边人好多呀，我们怎么这个人都是各打各的呢？在各打各的不是太好啊，一定要讲究一个团队合作的精神。好，这边再来到下路啊，把下路的兵线帮他清一下，赶紧把这个一塔推掉啊，这个一塔不推掉我真的是不想打团战，明白吗？这边韩信非常 rare， 又把对方李白给杀了，这家伙是不是李白那个韩信克制李白呀，兄弟们，我也不太清楚啊。李白我也玩的少，韩信更玩的少。一技能预判推到二技能，大招拉开，非常 rare。我这一边往后走，假装走，他这边不出来呀，我没有办法呀。然后老夫子这边又没了，这是怎么每次跟我对线的人都是这么惨呢？悲惨的结局，悲惨的一把。好，这一边。去啊，往那边走，贴着小乔这一边，因为为啥？因为小乔这个兵线呢、啊，咱要摊一下，差点摊出事情。李白这一边吓死我了，还好我来了，不然小乔可能就是刚刚的我。好，这一边慢慢的逼近啊，一塔已经全部拆光，现在干什么呢？慢慢逼近，跟队友一块走，准备看能不能拆掉他的二塔。
好，这边这个李白非常秀啊，李白，李白你很秀啊，小伙子，我来找你的影子，我这一边救我，救我，兄弟们，救我，我人呢、啊？我的天哪，各玩各的，打完摸到就摸摸摸一下就走了，都不看我的位置的呀。然后这一边啊，跟小乔跟对方妲己换掉。哎呀，这百里守约跟后边狙什么的呢，兄弟呀、啊，你去点中路防御塔不香啊？给我搞生气了啊！我就直接跟他们说，我说继续拖吧，拖得越久越好啊，因为我反正我们的阵容，我说句实话，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，可能前期拿点优势就飘了。就是你好好想跟他们打团嘛，队友不打、啊，一到野区各打各的，各跑了，一个跑得比一个快，然后各走清兵线清。三路兵线去了啊，不管你，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，你一顺风吧，这个队友啊就各种清兵线，你一逆风吧，这个队友就各种打团战啊，这真的是一点都无法操控这个队友。其实正确的应该是相反的，你越逆风就越要清兵线，你越顺风就要找他们打团战，明白吗？这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嘛。这一边你们不打团是吧，那我也不打了，我直接来上路带线了，我生气了。不要以为就你们会清兵线啊，我也会，你们打得再打，打得再惨烈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啊，反正我刚刚打团战的时候你们都不打，对不对？你这边反正我清兵线我带塔一样啊，一样也有作用，拿掉上路二塔之后，看到没有，死了吧，死了两个吧，我带线他们打团，我打团他们带线啊，这多多少少有点尴尬啊。把兵线中路收掉，兵线韩信跟那儿蹲着准备啊，准备看韩信的位置，好，全部打残之后我这边跟上来一个终结秒掉他们的射手，然后再追，没挑到啊。有一说一，这个韩信玩的还行知道吗，他就是前期啊有几波团战啊，他老是不在，老是带线。还有我方这个这一把我们的阵容啊有点奇葩，那个雅典娜知道吧，她是辅助，所以说她辅助的话说实话没有太大作用啊，因为她辅助很脆的，她也不是出的那种肉装，也保不了射手啊、嗯、我这边摸一下整就走。然后这边中路打起来啊，这个韩信又把李白给杀了，这个李白身上的瑶啊真的是惨，你说你就别跟他了呗，老是各种死。射手这边一技能推 A 的二技能一个终结直接拿下，好，对方这一波损失三个人了，三个人之后我们这一边把中路的兵线运营一下啊，这二塔应该是问题不大呀，妲己啊先规避一下，哎呦那老夫子来了，这不敢上啊，这家伙把我捆到塔下我也不敢，好的，摸一刀直接摸掉啊、然后这一边看住上路的兵线又来了，看样子这一把要赢啊，这么轻松吗兄弟们，我告诉你这一把没那么简单啊，你们接着往后看。好吧好吧，这一边啊差不多了，可以撤退了啊，可以撤退了。好，这边把中路的兵线给运营一下啊，然后雅典娜还在跟上路被人追杀了，咱这边靠过去靠过去啊，把上路的兵线给收一下啊！那个百里守约在干啥呢？老跟那儿瞄谁呢？他跟那儿啊！我这边把他的盾摇给打下来，打下来之后，这边一个大招全部拍上，一技能斩杀！我的天哪！瞬间二连击破，看到没有？还得是项羽啊，永远的神呐、啊！好，这边来上路，把上路的兵线运营。由于我方拆不进去，所以说必须得三路运营兵线啊。各种资源各种龙都拿了，就是拆不进去这个高地。我想啊可能是因为现在才12分钟嘛，时间比较短，人家复活的时间也比较短，拆不进去我感觉应该是正常现象啊。然后这一边韩信啊差点没了，我的天哪，不要这么飘了啊兄弟们，一定要集合再打团战，不要一个人。好，这边兵线收掉之后再来到上路，上路兵线又来了啊，把上路兵线再给再次收掉。中路这一边啊小心啊，这个百里守约就跟后边狙，看到没有，他也不，他好像过去也没啥用啊，只能跟后边狙，那你就狙呗。嗯，然后这边龙也没啥用啊，你看被人家清掉了，我这不敢过去啊，我的天哪，这一把也没有钱，也没有那个坦克，也没有那个辅助啊。
我就服了，就是有些阵容吧，你们能不能好好选呢？你这选的啥呀？辅助不像辅助，射手不像射手，你这不然早赢了这一把应该啊，都拖到13分钟了，咱这么大的优势，接近他们一倍的人头呢。好，这边要冲一波，但是这个残血的炮车估计扛不住了。李白去上路啊，上路有兵线，上路有兵线，他想收这个炮车。哎，预判顶他，这都二技能能解，他肯定要回去啊，那杀不掉他，完了，小乔怎么没了呀？被妲己给秒了。然后这一边韩信，你这么多人，你冲上去干什么呀？你这快赶紧撤退，风景扯呼，快一点，快一点，快一点！哎，小白你跑的还是挺快，还狙一下，你狙一下有意义吗？赶紧守塔去吧。然后你看我们这边辅助啊，就是打野，他从来没有觉得他是辅助，他就是打野，明白吗？你说要你有何用啊？你辅助你不玩辅助啊？说话的功夫怎么白你怎么没了？刚刚被李白给刷死了。哎呀，这样的话啊，我们这边死了三个人，从现在开始啊，你局势逆转，守家吧。对方四个人压塔，我这边不敢守了，直接走，差一点晚一步我就得留下。然后你看那个打那个辅助又没有伤害了，这个兵线呢清的费劲呐，你在干啥呀？你这个辅助啊，你快回来呀！家待会儿都没了，我的天哪！他在干啥呀？跟那儿站那儿半天不动，你看他这个人头这个头像，急死个人了啊！这边韩信又跳，他也在跳啊，他又去打这个龙，人家人都是齐的，你直接去开龙，你怎么想的呀？好，这边韩信，我们队友都复活了啊！我这边都六神装了，兄弟们，15分钟六神装，跟他们啊一起走，跟他们一起啊抓老夫子，来来来来来来。哎呀，跑了！李白这边找我方马可，我帮他一下，我感觉这个人打不过呀，我帮一下这个老夫子，推过来就是一个终结，无人能挡。啊，杀老夫子的功夫怎么没了？我放到姚那个小乔和那个韩信呢？我一技能推到两个后排，我啪嚓一个终结，直接把李白秒了之后，反向一技能拉开，然后啊，把辅助卖掉。白你守约，兄弟你就别狙了，你能平 A 就平 A 一下吧，求求你了。前期感觉这韩信还行啊，怎么打到现在不行了呢？刚刚明明能包老夫子的，他们两个人怎么没了呀？很奇怪啊，多多少少我感觉应该是有点膨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前期他觉得他很有优势，所以说他也不管人家现在什么装备能不能秒他，像妲己对吧，直接就冲上去了，那肯定就没了呀。这样下去不行啊，这样下去啊。然后这一边我去下路把这个兵线守一下，白你守约，你不要出事情啊，一定现在必须得稳一下了，等人等队友都齐，咱好好的打一波团战行不行？这一边啊，辅助给信号要我们集合，什么意思？他们是在开主宰吗？咱先把兵线给收掉啊，不要急不要急，把兵线收掉，然后往这边靠。你集合是什么意思啊？他要拿，到底谁打野呀？我就发现这打着没有辅助了啊，全是这个打野。他打野呢，拿吧拿吧，快拿快拿，快点快点过来，快点拿拿，摸一刀直接拿下。哎，让我收割，直接放龙放到上路啊，因为上路兵线不太好。老夫子李白啊，这韩信又去找李白了，他觉得他能打得过他，知道吧？他因为他杀过很多次，杀他。然后这边妲己跟那儿了，兄弟完了，残血了。然后韩信这边还能跑，哎呦，把妲己给反杀了，可以，这一波非常秀。但是李白还有一个残血，白你守约，这个枪法不行啊，没狙到。我这边被老夫子给连上了，老夫子打我的话他不见得打得过，知道吧？然后趁他们啊，老夫子打我的功夫，然后我们这边把他高地给拔了，中路，然后上路高地也拔了，非常好非常好。难道这要赢了吗？要结束了吗？然后这一边射手我直接秒行不行？啪嚓一个大招，天下无双，瞬杀100%，有没有问题？然后这一边我和这个白泥守约完了，白皮扣了。不是吧不是吧，要团灭吗？坚持一下不要死，兄弟秀起来秀起来，看到没有，老夫子后期起来了，很强的，不是说像女能好打他的。但是主要是刚刚我也没状态，我没有血了，这个防御塔就差一下呀，我的天哪，早知道我就摸一下防御塔了。
这个时候啊，他们啊打赢我们一波团战之后，有可能会直接退我们塔，很有可能也会直接不拿龙了，退塔。这边韩信，哎呀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人家有妲己的呀！完了，我靠了，不会一波吧？我靠了！还有一个小乔，小乔不要死，千万不要死！这个时候啊，我们复活了，还好还好。再守一波，守一波，守一波，龙肯定我感觉要丢了。然后李白这一边，我守影子，你有种你就不回来，不回来那你就没了。好，这一边。漂亮，辅助这一波直接把对方妲己给拿下了，还牵制住了老夫子他们，漂亮。我这边啊，这个辅助你就走不掉了，那我就留一个吧，能留一个留一个。一技能看到没有，无限推，二技能挂上减速，无限减速。好，这边他们死掉三个，我们死掉两个，然后这一边有兵线，中路兵线到了，快快点快点快点，这射手，哎，射手看能不能把他留住啊，看能不能留住他。老夫子来，这老夫子直接过来把我放在打，也把我放在那个杀掉了。我这一边，哎呀，我失误了，兄弟们，这本来是包他们的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打着打着他百里守约怎么一瞬间就没了呀？我的天哪，觉得我的位置也比较尴尬。复活甲那个啥的时候其实不应该啊交大招，应该明刀的换明刀时候再交大招。哎呀，快点守住，你在这切不到，切不到几十个人了，你切不到啊。这一下这个节奏怎么就崩了呢？都是因为追这个射手啊，这出去这个韩信怎么打到后期怎么这么不行啊，一下就死了，一下就死了，你不知道人家有妲己吗？这都能输，我真的是服了。我就知道啊，有百里守约有韩信的局就没有那么简单，真的。你别看他有的时候前期玩的挺好，打到后期就拉垮了，这个英雄脆的一匹，然后对方有妲己，对不对？好，恭喜对方拿下胜利，无双王者26星，8.7的评分 ，MVP 输出打了22%。兄弟们，喜欢我的。